权威翻译者，国立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曾真真，前天在家中跌倒辞世。东华师生为曾真真建立一个粉丝业，温柔而坚定的侠女曾真真教授，欢迎提供文章与照片，一同追思这位好老师。目前曾真真的小灵堂设于花莲福殡仪馆 J 厅，追思礼拜预计12月8日上午10时举行，地点花莲美伦长老教会，地址970花莲县花莲市民权路119号，电话03-822-4059。东华大学校长赵涵杰表示，经刑事组初步鉴定，曾真真疑似因跌倒头部撞墙而过世，学校将会为曾真真举办追思音乐会及纪念学术论坛。曾真真的学生回忆，他永远忘不了曾真真老师讲着他热爱的希腊罗马神话，那眼睛散发的炙热光彩，三小时讲课中那不间断的热情。1954年出生的曾真真毕业于台大外文系，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，译著包括写给雨季的歌、伊丽莎白、并许诗选、最蓝的眼睛、 The Bluest Eye， 曾获金鼎奖最佳翻译人肯定。国立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曾真真前天在家中跌倒辞世，图解取自温柔而坚定的侠女曾真真教授粉丝。事业分享。